谢谢带你去流浪。听说不是数字君接到你的彩带，机会比较高，是吗？没有吧？就刚好你们没有在我前面。什么朦胧感？膝盖。剧烈的摩擦声。多喝牛奶。就给别人，我现在都，我现在都随便丢。哦，我现在都用抛的，因为抛的就没办法选择你要丢给谁。抛的没有办法预测他会去哪里，然后用丢的我丢不出去，所以就只好用抛的。今天感觉声音柔和，是吗？坐一样的位置，十二月的公演。抛到山顶，可能我就一开始就不要。把那个胶带打开，我就直接丢那一颗，我就整坨直接丢出去的话，可能就可以到山顶。差一点就可以，我以为他会接到，但他没有接到。我们看他有飞出去，但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回来了，一定不是我没有丢出去。今天拿了全国第一，恭喜你！被冷气吹，我丢出去的瞬间想说他有丢出去，因为我通常这样丢的时候，他都不会出去，他就会卡在半空中，然后就掉下来。所以用抛的通常都比较远，但是比较远，我看他好像应该有到 C， 但是他最后就落在 A，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是他可能被吹回来。天野法兰森的戳戳你，用丢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丢的往上丢，可能跟那个彩带不合，就除非是往下丢。不然用头的好像没有什么用，往上丢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个彩带，所以我都用抛的，由下往上抛，它才会这样出去，不然它都不会这样滚出去。
又丢了，它只会这样，然后卡住，然后就往下掉。应该是舞台的问题，因为日本剧场应该是往下丢，所以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但是我们要往上丢，所以通常是丢不太到。展开的很顺，对啊，就是因为彩带如果拿这边，拿这边，它这样滚不出去，它一定要反着反着飞啊，所以没有办法往上丢，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在研究，是不是要反过来？反正我研究的是用抛的。通常会丢比较远，所以我都用抛的。真的很那个耶，用小指夹住，我都有夹住啊，不是夹不夹得住的问题，是那个的头好像位置不太对。嗯，我现在没有。我现在有彩带吗？我好像有，只是我不知道放在哪里。好像，还是不在这哦。这人丢到哪里？没有哎、欸，没有，没有试过。彩带太轻了，彩带太轻了，它会飘来飘去。练习没有练习啊，就是。想说可能有机会会用到，所以有买过缎带，只是就没有用到。买过缎带但没有用过。开球丢很远，开球那个是意外。谢谢詹先生的带你去流浪。还是我们握手会的时候就带一卷彩带，我们就不要握手，我们就握彩带怎么样？是不是很不错？你们没有机会拿彩带的，我们就握手会。彩带会啊，放一条在外面让你们放一条在外面。好像还是可以哦。你们不是很想接彩带吗？我可以放在那边给你们接。每一步都在旁边挂一条，如果你想握彩带就去握彩带。要唱搬家了，拿什么彩带？会有爱心？没有爱心？什么爱心？哪来的爱心？彩带自取，不能带走啊！彩带不能带走，握手会的彩带不能带走。
练练。假如说他这次还有挡板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跳，可能要带长一点。另一端会握着，我应该会握着、啊，我不握着就我也没事做哎、欸。去现场握彩带，大家可能就是到二月之前。都不会接到彩带，这是一个备案。被拉进去，什么梦想？没有什么梦想。没有什么太大的梦想。握着洞把彩带丢出去，也太难了吧！烧肉。烧肉，猜出来应该不会的，应该就会挂在旁边吧。如果真的要的话，就会把它挂在旁边。所以那个是 Hika King 的 YouTube， 嗯 ，YouTube 影片。你是新粉丝，新粉丝你好，我的直播一直以来都很废，没有认真在讲话。Talking， 对，快要十二月了，听说生日圣诞 T 要开始。开始预购，只有这个消息可以告诉你们。圣诞 T， 还是很好聊天的吧？嗯，你们不要讲什么奇怪的话，我通常会回你们。对，圣诞 T 总，圣诞 T 总。生日会是哪一天？生日会还没有定，但是听说什么七七 Oh my God 要结束了，所以明年没有七七 Oh my God。こんにちは，都一样吗？对对对，什么时候拿到？我昨天有看到样品，但是我没有带回家，所以我想说今天再带回家。你都不会讲奇怪的话，居然哭哭。我们的回忆，哎，我去了，去几次啊？两次，我在那里两次而已。对，所以可能会换场地，大家可能会换场地。这月初开卖，应该没有问，没有问，没有问，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十二月一号。样品看起来如何？有稍微微调，但是我收到的样品应该是不会改，所以就是你们拿到的实体可能会我跟我宣传的时候拿的那件不太一样。熟悉的铁卷门，铁卷门，对，所以十二月好像是最后一次那个什么七七 ，Oh my god。换乌美吗？大家会想要在乌美吗？可是乌美也蛮远的，那个位置。撑到明年一月，我也希望他撑到明年一月。可以不要乌美吗？好，我帮你们说，可以不要乌美吗？就是会赶圣诞节，圣诞节不就是跳公演
然后加个 NC 变成庆春团结。谢谢开心送的要你好看。如果是圣诞季，就会变成在舞美，不是吗？每个公演都是圣诞季，对。但是一个月有很多生日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不用设计周边，对，周边什么的都还没有设计，没有想法。那个花篮，快十二月，下礼拜就是十二月。一个月两次，怎么可能？确定大家有钱可以来？准备好宣传也是没有啦，我现在什么图都没有修。我完全没有发文的库存哦，完全没有的。撞来撞去，对。昨天那些是最后的吗？公演照的，我是有，但是我觉得还好，就没有想特别想要发的意思。用限动便宜，我也是这么想啊。谢行李箱。其实也没有很多照片啊，就一点点。我年历的那个我也是一直留着，但我还没有修，没有想修的意思。对了 GIF 真的差那么多是不是？我最近在想，因为修图的那个，他一直叫我看广告，超浪费我时间，所以我一直在想是不是要买会员。他应该是一次买完吧，应该不是月费吧。都那个 GIF 掉画质掉很多，现在发修东西很是没有错。布乐这种都是包。对，我在想有需要吗？美图秀秀也很想买。我超没有动力的。还没有修，
买断字。买断秀秀能买什么功能？一些滤镜，滤镜还有什么？贴纸跟涂鸦笔。还有什么？现在好像是不需要。对，最近一直在犹豫，因为这个真的是很麻烦，他一张照片就要我看广告。车神如花是没有错，无限量的云端，没关系，我的都塞在我的 LINE 相簿。是可以出神入化，但只是它就是有点需要花时间等待。假如说我修十张，就要花十倍等它的广告。浪费时间在广告上，对，而且我超讨厌选照片。我修都很快，修都很快，但是选照片很浪费时间。刚才的设定就忘了，对，我的广告的期间，我就是一直在讲加40减20加30减30加20，要一直重复那个数字才不会忘记。而且它还不能用一次，就是同步上一个，真的是很不方便。美图秀秀没啥广告，美图秀秀没啥广告。我是说美图秀秀的差在有些滤镜它要会员，跟有些特效它要会员以外，幸存者。所以我就是时不时就先打开手机，然后慢慢删，但删的也是对。付费也没办法，对，付费也没有办法。美图秀秀可以，美图秀秀可以从。就是复制你刚刚修的那些东西，但是因为我到另外一个软体，我还会再修一次，所以就是到另外一个软体的时候，我还是要再记一下那个步骤。我现在已经习惯用那些了，就不太会换。对，我的步骤有时候会太多，我自己也觉得有时候太多。就比如说这张照片的光线蛮好的话，我就会全部塞在一起。光线比较好，就会用一种就好。但是光线不太好，我就会用三修三次。纪念T是一年一次，生日的 T 恤，设计的 T 恤，自己设计。谢谢马子俊的香槟，谢谢大黑的告白气球。最后可能就是微调一下这样子。
最复杂的就是加那个白框，太浪费时间。加白框太费时间，就算我那张图不用修，但是我加白框就要看广告，所以大家觉得是不是应该可以购买一下？130块是多少？哦，台币130块。不要加好吗？你说不要加白框，不行，我现在那个已经不行。假如说我现在不加白框，我就把全部的文章都点藏，会把全部的文章都点藏。我们要嘛就重新全部重新来过，不然的话就是坚持我的白框，要么我就全部都删掉。谢谢练小薇的带你去流浪。对，他们就会默默的全部先收起来。就把前面的点上，对，前面的都点上，就请大家忘记我前面的这200篇贴文。谢谢小勋的礼物。坚持到底，我要坚持到底。太累，不会太累啊，我就慢慢的收起来，慢慢的点餐。继续摆框，对吧？我继续摆框好了。摆框 OK 了。GIF 我有一些没有放啊，还是有一些没有放。先买会员，可是我要怎么买会员？谢谢猪你哦。超商有卖 Apple Store。好麻烦。信用卡，我是有 Apple Pay， 但是我没有他的卡号。不会用 iPhone。他有复制哦，但他不让我复制。有 Apple Pay 可以直接结账是吗？他刚刚叫我要输入，还是我账号不对？我要切掉账号是吗？
贴回台湾，我现在在台湾啊。绑在哪个商店账号？他怎么看我绑在哪个账号？现在买什么？买会员，不是我们的会员。哦，我先切过去就知道了。希望我可以成功，那我就会摆烂。我现在回去日本区，日本跨区跨区在哪里啊？嗯？然后呢？日币490块是多少？大家？日币490块，为什么没办法辨识我的脸部？啊，突然就可以了，125。クレジット残高が足りません。密码是什么？我的密码。122.5，130。我刚刚说台币是多少钱？忘记。没有，他就一定要我打那个，他没有 Apple Pay 这个选项，他没有 Apple Pay 的选项，他坚持要我输入，就没有卡嘛？那个卡就不在我这里啊。台币是130，不能说。他一定要叫我打那个序号。他要叫我打数字。所以就是不行啊，失败到想摔手机。我之前有氪过一次机，但我忘记我怎么氪。我化妆。他就是不让我直接用 Apple Pay， 为何？
gift 图，我已经忘记我之前是怎么买。我记得我之前有买，所以我现在有30块。我现在有30块，我现在余额有30块，有30块。算了啦，等他出现再跟他说，太麻烦。进去吧，我记得我之前储值的时候剩下的，剩下30块，30块可以买啥？不能买啥，所以他才会一直在那里啊。麻烦，对，我还是等他出现，等我妈出现的时候再来想，再来研究，太麻烦了，连贴纸都买不到。好吧，好吧，就先算了，我们就先放弃它吧。感觉 email 里面会有。晚上应该会看到，晚上应该会看到啦。啊，问大家一个问题，问大家就知道了吧？请问大家记得我有这件衣服吗？问你们，你们会知道吗？这件衣服，我超没有印象的，这件衣服，这件衣服到底是不是我买的？我不太清楚。我问我妈说，帮我看看宜兰有没有这件衣服，我不记得这是不是我买的。我现在就是有一个谜，就是这件衣服到底是不是我的。是我买的吗？因为这件衣服真的只有出现过一次，欸，抛过吗？抛过，抛过。但真的就只有那一次，不是高领，它是一个很像大学 T 的东西，大学 T 的衣服在哪里啊？这个，这个。这个，就是这一件到底是在哪里？我印象应该不止穿过一次，但是我不记得他去了哪里，我不知道他最后去了哪里。感觉不像是阿伯上的衣服耶，这是个谜耶。
我记得那一天应该是我穿这件衣服去跟阿北上吃饭，然后晚上在他家庆生，所以那件衣服应该是我自己穿去的，所以那一件衣服应该是我的，但是我就不知道那件衣服现在到底在哪里。这件衣服应该是我买的，可是我去虾皮找，我又没有买过这件衣服，所以它到底是从哪里买来的？我不知道，好难哦。应该不会在阿北上家，我通常去阿北上家，我都会把衣服带回来，通常不会放在他那里。所以呢，我真的不记得，我真的不记得哎、欸，而且就真的只有那张照片有这件衣服，以外真的是找不到哎、欸。他没有更详细的图案了，他就只有这样。现在是试的支持你哦，就我觉得我应该是我买的，我觉得我应该有买过这件衣服，但是呢，这是他在我的虾皮里面没有出现这件衣服，所以呢，还是用我妈的虾皮买的。谢谢金佑的什么 baby 过来，去哪里有可能会脱那件衣服？没有可能，通常都是回到家，或者会在虾皮。我几乎只会在虾皮，这个看起来很像在虾皮买的，这看起来应该不是在路上买的吧？我不记得了，我真的不记得。是今年的一月的时候的事，一月到后面都没有穿，还是我看一下现实动态会不会？FB 网站，我不太会在 FB 网站买啊。就是它真的是一个大学 T， 我只是里面加了一件内搭，所以，而且我都没有拍到图案，就是我全部都挡好挡满，就是那个图案是挡好挡满，我想找我也找不到。当天其他我没有其他照片，我当天找到的照片就那些，就那里而已。没有啦，然后就回宜兰过年，然后就没有了。然后后面就差不多没有这么冷了，那一件就不出现了。这是毛衣，午安。对，然后就快要夏天了，就已经变短袖了。我的唯一线索就只有那里，还是我要随便找找，就说没看到。他回我说没看过这件，他回我没看过这件。虽然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很敷衍我，随便回答我。我没有看过自己，怎么会没有呢？带回去宜兰，我在猜我是不是有带回去宜兰，所以我才问他。因为我这边的衣柜，我该翻的我应该都翻过了，他也不可能藏在什么角落吧。没看过，你说他只是回我没看过，他连找都没找，是不是？马拉也是蛮可能做这种事情。
送其他成员，生父没有送其他成员啊，就是那一阵子的现实动态都没有出现。他回去依然没有时间，还是我再往前一点找？我是觉得往前一点也不会有那件衣服耶。毛衣，该不会我就只穿了那一天，然后它就不见了？看起来是没有哦。我在寻找他，就是找不到。没有哦，那张照片在就是阿贝桑家拍的，然后前一个那个是在某个烧肉店拍的。为什么突然想到他？就是我在找衣服的时候，就刚好滑到这件了。我在找我有什么衣服的时候，就刚好滑到说啊，我有这件衣服，他怎么没有印象？就是我其他衣服，我大概都知道它在哪里，但是就是那一件，那一件我真的是不记得它在哪里。我甚至还想不起来是不是我买的。穿两件，但是还是我直播的时候有穿过吗？还是我直播也没有穿过那件？衣服又不多，对，我衣服真的不多，所以我才说我大概都知道我的衣服是在哪里，是不是我买的？我大概都知道啊，就是它，我真的是很问号。我记得应该是我买的，所以我真的找不到，我真的找不到。我就是这样一直在滑滑，我有什么衣服？是真的没有印象。哪件啊？一件大雪T。我觉得要么他就在宜兰，要么他绝对会在宜兰，要么就是他已经早就不在我手上，可能就带丢给谁？怎么可能？那件衣服才穿一件，怎么可能会给别人？换衣服不太会，来公司也不太会。太污美，应该是没有，真是想不太起来。1月的时候。
的拿，应该就是会被发现它在哪里啊。丢成圆圈。操，他又开始施工，痛痛痛！他只要早上九点，他就会开始。这又是谁的衣服？这绝对不是我的衣服。我常常会穿一些我不知道这是谁的衣服，哎。我不是放弃了，我放弃了。六日也会施工吗？六日好像不会。放弃的太快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没有印象。我觉得我有很多衣服应该都是在宜兰，所以我相信他应该在宜兰，只是我妈懒得找。有时间找，没事啦，大家我们就放弃了这个谜题，这谜题我们就先放在一边，我们就先忘记它。放弃之后就会出现。真的忘记也是有可能，但我的衣服几乎都是我妈在收，所以绝对是她，一定是她。我的衣服消失，应该就是她。很炫吗？很炫吗？有天他就会出现，希望，希望他有一天就会出现。他在哪里？暗扛起来，他还敢暗扛？会卡卡的，应该会哦，会一直敲到。阿贝伤心游戏没有哎，大家有玩吗？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游戏。
真的是不知道。看起来冷是没有很冷啊，但因为我里面就穿 T 恤而已、啊。他其实没有刷毛，谢谢十一的戳戳你。他其实谢谢吉米粥的啾啾你哦，还是这种。还可以拉很深，这么深。跨年，跨年是什么时候？跨年是30号的意思吗？30号是跨年吗？方便传统，对，方便传统。12月31号，哪路口都。31号，12月31号是跨年。没有，我刚刚以为11月31号是跨年。12月31号跨年，对。我刚刚以为。12月就是跨年了嘛，谢谢八块鸭肉的啾啾你哦。12月31号是跨年，我一定是太久没有，已经一年没有跨年，我已经忘记什么是跨年。31号是跨年。OK， 我刚认真以为11月30号跨年，然后10月1号，发生什么事？我什么都忘记了。直接偷走你月月。我跨月，我先跨月。你这样都写不跨一下，谢谢十一的戳戳你。今年感觉超冷的，现在还好，活动几乎都是室内，还没有户外，所以户外感觉会冷死。搞错是不会搞错。我刚刚也觉得很奇怪，30号跨12月1号，那我单位冷到不行，不知道。
我们可能是大家如果可以拍照的话，就会拍到那个鼻水一直在，还有流鼻水。期待圣诞节的时候，通缉指数，请帮我们敲完什么时候有新衣服？像五十首，怎么可以让你五十首？五百首，请用500块卖给杨雄。谢谢，笑笑的猪猪你哦。夕阳那套啊，只有夕阳那套是长袖啊。五十绝对不要让他收到。肚子够暖，是这样子吗？通常都是手脚很冷，肚子还好。西门町的活动，西门町的活动。谢谢法兰森的告白气球。西门町下礼拜表演时过是没有，表演前可能会吧，可能流鼻涕会流不停的，超讨厌化完妆的时候过敏，因为擤鼻涕，鼻子上的妆就会不见，然后又不知道怎么补，然后它就会很难，就是同个颜色。冷风你狗子会吗？可是也才快12月，欧美的空气应该很让人过敏。谢谢志伟哥的霹雳弹，通通通通通，可以看出来，是不知道啊，但是就是这边的妆会比较浓，这边
下礼拜二就是月底的那个抽奖转盘，30号是最后，11月的最后。打过乐乐棒那很强，我是不知道双乳仙很强了，我不知道。抽选 cover 抽选。已经过了一个月，对，至少投球很强，对，投球很强。下礼拜抽，对，下礼拜二抽。12月的抽选是不是要提前？为什么？为什么12月要提前？昨天浪花随风吗？昨天怎么了？期待抽奖。会看先猜12月浪梦有你，为什么？我不是之前才去过吗？那个是什么时候？十月的时候，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轮到我？泡泡都去过了，怎么可能这么快？缺钱，蔡雅恩呐、啊，蔡雅恩还没有上场，去过日本，对，等明年，什么一年一次，你说浪梦成真吗？这是很精彩，很精彩。对，但我如果上了，大家也不用去争了，那个奖品应该也是还好。生日，可是上 live 之前不是说不能设定吗？还好我那一场他不用充很多。我记得他有说只能改一次就不能改。
样子。你从哪里毕业的？第一次是情人节，第二次球鞋，我只去过三次哦。我以为我好像去过很多次。可以装修？没有啊，他刚刚很早就装修，他很喜欢早上九点就开始装修，真的是很早。螃蟹那次有抽奖吗？感觉没有，螃蟹那次应该没有吧。我说有吃的再找我去。有吃的再找我去。我以为真的很早哦，真的很早。丰盛都没有参加到，你说烧肉跟那个什么感恩节大餐，但感恩节大餐是在吃什么鸡吗？圣诞吗？圣诞节？现在为啥我已经放弃？火鸡、牛排，火鸡不好吃。没关系，没关系的。还好，有些我都没有很爱吃。我都跟着阿北上吃。没关系的，不用去浪梦。半个年菜，半个尾牙，好不好？可以参加一下。最后尾牙。不知道，会有吗？我只记得今年的那个春酒没有吃饱，没有吃饱，
很空虚耶，今年的春酒。谢谢笑笑的 kiss 猪猪。他有那么多 CD， 是这样子的吗？是这样子的吗？组长也很远的。我只记得那时候的菜没有特别。我记得最开心的一次就是去年的尾牙，去年的尾牙是吃把费。但我们去，我们好像去完全娱乐还是什么，所以我们只有吃到后半段。不能抽奖，没有抽奖，我也想要抽奖，我也想要体会一下所谓的年终是什么东西。我们那时候没有七皇，七皇不在我们那一组，他在旁边，他在旁边那一组。抽奖每次都安慰奖，没有，连安慰奖都没有。而且我们人这么多，那个抽奖的大家都是分母，根本抽不到。大家都是分母，太多人了，抽不到。自助餐比较爽，自助餐比较开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那种桌菜就是，它如果上的是你不爱吃的菜，你就会少掉一个可以填饱位置的东西。要靠大家的周边。自助餐可以挑喜欢的，对，这样的庆典，那个庆典真的是吃的蛮好的，其实。吃的很好，还有表演可以看。这样的规模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过年好吃，好吃。主播嫌吃不饱，我忘记了，但是 那天忘记都吃了什么，确实是好像还好。因为很多主播在开直播吧，开直播不能一直吃。
没关系，有人请我吃饭就好。不求不求吃公司，看有没有人要请我吃饭。免费的就好。抽号码牌，请客，请客。免费的最好吃，免费的最好吃。我昨天去全联买了冷冻毛豆，好像78块还是超大包。我昨天晚餐吃毛豆，吃冷冻毛豆，我觉得蛮好吃的。就是我等不到它退冰，所以我就吃那个冰冰的。毛豆养颜美容，大家不是我已经放出来，然后我等它退冰，那它就没有想要退的意思。可以微波一下，我是也有我知道它可以微波，但是我就把它装在那个塑胶盘里面，我就想说要移到玻璃可以微波的餐具，就觉得很麻烦，我就放弃。冰的还好啦，你就先含着，先含着。反正它外面咸咸的，吃咸蛮子，吃起来不会沙沙，它有一点脆脆的。AKB 最漂亮，什么时候变最漂亮？好像吃很冷，冰棒又冷冻毛豆，懂吗？有配啤酒吗？没有，我配苹果牛奶，苹果牛奶，我买了苹果牛奶。跟草莓牛奶，然后我喝了苹果牛奶，是不是很怪？蛮怪的。我那天在公司的时候，因为公司就是姐姐后面会有一个零食柜，然后就去拿了一支棒棒糖。好像是巧克力香草还是巧克力奶油的口味，然后就吃了那个棒棒，然后后来姐姐就开了一包浪味仙，然后我就是有一边旁边这边塞那个棒棒糖，然后左边吃浪味仙。嗯，香蕉冰棒配牛排，我没有配牛排，好不好？哎，那个毛豆其实蛮好吃的，它是黑胡椒的，是吗？是真鲜的那个牌子。本来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它写盐味，然后就想说，不会黑胡椒好像比较好吃，感觉很腻。还好，就是一边这边塞，然后饼干放左边，然后吃，就是你咬几口会突然甜甜的。以外是没有什么不行的地方啊。混在一起不会啊，你要想办法分开咬，分开吃。毛豆跟苹果，对，我把它倒了一些出来，但太多了，我就又把它拿回去冰。
面加麦茶哪有什么不行的？干面加麦茶，麦茶没有什么味道，加红茶可能就怪怪。麦茶真的是无糖，所以还好。你记得有卖冷藏的，可以冷藏一些吃，可能是冷冻放比较久吧，我也不知道。卖茶还好啦，只是它放进去会有点冰冰的，因为它的卖茶通常都是冰的。比较喜欢会给冰麦茶的，新奇口可喝不了热麦茶，它就是要你慢慢吃。混着吃啊，没有，看看那个，看状况，我不会无缘无故把它加在一起。通常就是觉得好像哪里可以怎么样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想办法。因为有时候东西很烫的时候，我就会在里面加麦茶，比如说吃很烫的那种什么火锅之类的。我之前好像是吃韩式的那种韩式。饭还是，因为里面太干了，所以我就在里面加麦茶。哇，真的是很干呢、欸，真的很干啊，湿湿的比较好吃。不然就是那个辣酱太辣，我就会在里面加麦茶。加冰水，拉面加冰水也还好啊，就是因为拉面很烫，所以加冰水，不然就是那个汤太咸，然后加水，这不是很正常的事。谢谢二哥送的好框，没有做什么奇怪的事，没有没有，应该还好，万用麦茶。加冰水不加热，因为它不会给你热水啊，就加冰水。太咸可以帮稀释，就很麻烦了，你就自己加就好。反正加冰水也不会变冰的、啊，它会有点温温的，它有点温温的。谢谢二哥的猪猪你哦，通常不会啦，所以因为我不太会去喝那个汤，所以我要么就是觉得那个面很咸，不然就是太辣，比如说
比如说什么东西太辣，然后我就会把它丢到那个水里面洗一洗，这样洗一洗，然后再吃。白饭，我通常吃拉面不会有白饭，不需要饭。比如说泡菜什么的，泡菜太辣，我就会把它拉进去水里面洗一洗。找个地方洗一洗，过水，过水再吃。啊，都不给力。那杯水还能喝吗？就是先倒在一个碗里面，然后在那边洗，因为我想说在杯子里面洗好像不太好，就在碗里面洗。不适合吃韩式，但你知道吗？有的人就喜欢吃韩式啊，然后人家想吃韩式，就是说好啊，就是吃那种什么海鲜豆腐锅这样不会辣的东西。我通常不太会点那种是有辣的东西啊，通常都会点那种最安全，这样可能偶尔吃一下小菜。被迫学，我其实对韩式真的还好，尤其是他们很爱吃辣炒年糕，但我真的对那个还好，那个对我来说就是甜辣酱加年糕。我不懂它好吃的点在哪里。我可以去吃煎饼，什么煎饼跟那种豆腐锅而已。吃辣吗？我不太吃辣。韩式炸鸡，韩式炸鸡要看呢、啊，就是它有的韩式炸鸡它没有辣。会珍藏。通常就是去吃锅，去韩式料理店吃锅。真的要看哎、欸，或者小菜，我就是吃那个比较没有辣的东西啊。泡菜锅要看，我怕有时候它其实我不懂部队锅是什么东西。到时候又要喝水，通常不太喝水，我都喝茶，坚持不喝水。那个的师徒当兵吃火腿，那就是普通人超不喜欢火腿。午餐肉，午餐肉真的是我第一次听到，就是韩国料理有午餐肉，才知道有午餐肉这种东西。
家卖茶，没有，通常他给的东西通常是奶茶，通常不是水，所以我都会加奶茶。谢谢二哥的带我走跟稳说力。对，就不觉得吃东西的时候喝水就还好，除非他给我的是冰水。杏沙子，对的。午餐肉到底是什么？它是肉吗？它是加工食品。加柠檬水也不对，加柠檬水就不太对。我真的希望他给我的水是有冰块的水。大家推荐一下台湾哪些餐厅是会给冰水，我可以去那边光顾。加很多淀粉的火腿，不是已经有火腿了还加火腿？拉面店，我真的超久没有去拉面店。谢谢二哥的枫叶，刨冰的都没有吃，很久没有吃拉面店。通常我们超不会去拉面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超久没有吃拉面这种东西。热面屋。都要排队，真的、哦、很肥吧？是吗？那花完了，一口气花完。现在日式拉面都要排队，真的、哦？为什么？是现在冬天大家都想吃拉面是吗？不适合聚会哦，一个人吃自己的。烧肉店也好难订，台中一兰，一兰是真的很贵耶。我那时候看到价钱的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大家都会去吃一兰拉面？想说我花不下去，花不下去。不是要300多块还是多少钱？超贵的。半夜好火，24小时是不是？3000份伙食超贵，不行哎、欸！我连定时270什么的就觉得很贵，一碗拉面要300多块，死亡。便宜又好吃，
才850日币。对，我只吃了一口的伊兰拉面，我根本不记得伊兰拉面什么味道，因为我就只吃了一口，然后我就离开了那间店。回到家可能会觉得饿。拉面，对啊，拉面感觉听起来就不会吃到多饱。喂，你为什么？你竟然不知道那个故事？你竟然不知道那个故事？因为我不知道哎，就是我吃了一口，然后就觉得很，就是很想吐，就觉得很想吐，然后就没有办法动，然后就超不舒服，然后就要搭那个电车回去饭店的时候，然后就因为很不舒服，还在电车外面坐了很久，才上电车，然后好不容易坐回去饭店的时候，就在那个外面，就在那个地铁出来的时候，然后我就打了一个嗝，然后我就好了。然后我就好了，我妈也很问号，她想说我干嘛这么痛苦，然后好不容易要走到饭店的时候，我突然说我好了，她就一脸问号，她说你好了，你确定你要不要回去休息一下？我说我没有，我打个嗝我就好了。反正就是我胀气到她已经气卡在喉咙这边，就是我觉得我走一步我就要吐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真的是吃了一口就跟我妈讲说我不行，我吃不下，我吃不下。对，我真的觉得超浪费的，超那一碗超浪费，真的只吃了一口，失望。而且我忘记我妈有没有吃完，我妈可能没有吃完，因为我超不舒服，所以我们就很快就离开那间店。他们拉面就是没有吃啊。好几年前，真的好几年前，大概我国中的时候吧，我可能国二还国三的时候。吃太饱，我不知道是不是吃太饱，但是我反正就是我们那时候好像在元素那边逛街，然后逛完，然后就想说去吃饭，然后就去了一兰拉面，然后就吃完就很想吐，然后就回家。他应该有吃啦，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吃多一点，不然真的是很浪费。超没有印象，超没有印象。点哪款了？我忘记了，最普通的吧。反正我只记得我们还有在外面排队的那个位置，一进去就不舒服，可能依然的空气比较油。一进去就不舒服，进去就浑身不舒服。是太久没有吃油的东西，一进去吃拉面就直接不舒服，也是蛮有可能的。我太会吃这么重口味的东西啊，尤其是拉面又很油，吃一口就反胃这样子。谢谢妈秀的摇起来，真的不习惯，我觉得是不习惯哎。就跟我去吃烧肉，大多数的时候我一定会想吐，因为就是一定是平常没有吃那么油，所以
突然去吃烧肉，就会浑身不对劲，我就会超想吐的，真的是超想吐。但其实我就是我想吃，但是我又胀气，我就又吃不下，所以我就会很难过。就是我真的很想吃，但我身体不允许我吃那个太油的东西。所以，而且我发现我烧肉不能吃那种腌制过的烧肉，就算即使它再高级，但是因为腌制过或是太高级的肉，它都很油，它就会太油，所以我就是吃不下。所以我可能吃了吃便宜的肉吧。适合吃那种不油的，通常越高级的就越油啊，然后就会吃不下，吃不了多少，然后就会不舒服，然后就没有吃那么高级的意义，你知道吗？没有需要吃那么高级的意义，就有的肉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它是有酱烧的那种感觉，就是它的烧肉有酱烧的感觉，我就超讨厌那种酱烧的，就是吃起来甜甜，超级脂反胃，就是很想要吃。你可以不要帮我加那个酱，我想吃原味的。我很希望它，因为通常给人家烤好，就是别人帮你烤好的时候，他就帮你什么味调味都调好，就说你等一下可以沾那个什么酱吃。但我就希望他不要调那个味，他就直接烤就好了。今晚我可以吃，我可能只能吃一口，就是只能吃一块，然后多就不行，多就会直接挂在烧肉店。所以我就是说，到后吃烧肉到后半段，我都会在吃菜，你知道吗？要么就是山药那种。山药啊，不然就是玉米笋那种超废的菜，我就是他在旁边吃菜，就可能其他人还在旁边吃肉。而且是因为你一看就知道他一定有就是调味过的那个肉啊，然后你就会看到他，你就会很腻，你知道吗？要单点，对，发现很多店都是有调味过，就是它可能是葱盐什么的，就是它会帮你都调好味道，或者那种日式烧肉就会有那个日式的烧肉酱，那它都帮你调好。但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它什么都没有，就是它先烤好，它先烤好就好，我直接吃最好。所以我比较喜欢可以自己烤的烤肉店，不然他帮你烤好，你没有办法更改什么不喜欢的地方，因为他不是会帮你摆那个酱吗？就是你想加的话可以加，所以那个就可以自己想加再加啊，不想加就不要加。但其他的他都会帮你弄好，不划算。对，自己弄的胡椒盐或胡椒或盐，对，我的话真的是胡椒或盐就好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美式牛排。对对对，尤其是那种比如说自助式那种吃到饱 buffet 什么的，它不是都会有那个牛肉然后切吗？就是现切，但它切好之后就看你要不要加酱，你不加酱就是加盐吧，那种肉就是最好吃的肉。火锅最好，火锅不太会吃到太腻的东西，你的汤只要是清汤就不太会有那种吃到会不舒服的问题，但你的汤如果不是清汤可能就会有点油腻。真的不能吃太帮忙烤肉的服务，我也觉得不太适合，而且我会觉得很咸，就是他帮你烤的话就是没有事情做。
是烤牛肉，很好吃。就是中间可能五分熟，还吃得到它的血的那种程度。肉自己切。因为我很少跟人家去吃烧肉，因为我就怕我吃到一半会突然不舒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就会发现，有一个人看起来特别不舒服，就是我。我只要跟别人去吃烧肉，就是有70%我一定会胀气，就是因为很容易太油啊。太喜欢，我就是喜欢它那个血的味道，那个牛排的血的味道。准备油切绿茶。绿茶可以稍微拯救一下，但是当然开始了就很难结束。开始了我就应该要先躺在床上休息。我只要开始胀气，就会发现我整个人会瘫在那个座位上，然后会开始叹气，因为我觉得很想打嗝，然后就会发现旁边会有一个人一直在叹气，不知道在干嘛。其他人可能想说你为什么在旁边叹气。真的是没有办法打出来，就是不会打嗝，所以反而很痛苦。真的是一口，难道是不好吃吗？没有没有，真的是好吃，但是我可能胃不太好，我觉得是我的胃没有很好，所以它很容易胀气，然后就会浑身不对劲。而且大多数的时候是我明明没有吃饱，但它就是很快那个感觉就来了，所以我就没办法接着吃，我就会很难过。就是我想吃，可是我吃不下去。感觉很不开心，对对对。胃太小，真的不是我吃不下，就是我有感受到我的胃其实现在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它现在是卡在这里，你知道吗？所以是下不去，不是进不去，是嘴没办法放进嘴巴，但是我很想放进胃里。我很想放进我的胃，但是它我的嘴巴不允许我放食物进去。有人会这样吗？不太会。对，像那种除夕夜围炉什么吃晚餐，通常那种都很油，所以我就半夜在那边，半夜那种肚子痛、胃痛，想打嗝打不出来的。反正我妈已经见怪不怪，她已经习惯我每次可能吃到什么，她就会浑身不对劲。我是不是要买个胃药？我上次虾皮的时候也是胃胀气，因为我们去吃了火锅，忘记了，反正就是去吃了火锅，然后就超不舒服。然后我在虾皮的，我们不是跳那个一秒一秒约好跟闪亮的心，我就跳到那两首歌。你知道我在唱八八八八嘞耶，我那个歌真是有种我超想吐，然后那个八一直八会出来不是吗？所以他的八就是很危险，我是很担心我会不会等下突然打嗝。我发都有点不太敢发出来，我是怕我等一下打嗝会收到那个音。我就是跳完快要死掉了。噔呜呜呜，好，结束之后再赶快下去。我快要吐，快要吐。然后下去之后，就从仙笔仙那边获得了一包胃药。不然的话真的是超不舒服的，我那整天我都很不舒服，因为
就是那一天是整天都在胃胀气，很尴尬。我在休息室已经是这样，然后他们会一直问说：“你好了吗？你好吗？”我一直坐在休息室里面，然后等待那个晚上那边。是跳完之后吃的胃药，所以晚上有好一点。谢谢吉尼说的好忧伤，有改善，我觉得有好一点，就是至少他的气不在这边，他的气可能在这里，就是有下去一点。我可能要随身携带那个胃药。OK， 他说哪些话你讲，但是我可能有点没有办法讲。那个武丹宣传给你讲好吗？陈世安，你可以帮我讲吗？我可能今天有点没有办法。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讲什么话。反正是每讲一句，我就觉得我的气要出来了。每讲一句，他就是卡在这里。一直想尽办法想要让那个气出，顺序是因为没有我那天的顺序真的是刚好，就是我刚好进去的时候我在最后一个，还好没有被挤到最中间，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 center 的关系，就很常会被挤到中间，所以我就很担心我会被挤到中间。还好最后那个玩游戏，我是站在最外面那边，所以他这样轮到我，就是没有轮到我，不然我真的一直想不到，不是一直想不到有什么歌，你知道吗？我还好我在最外侧，谢谢吉米做的猪猪你哦，下次不要吃火锅去跳舞了。但我跟你们讲，我们上次武丹出披露的时候，Sakura Reset 公演结束之后，我们去吃了火锅，我们去吃了蒜奶叶，就是我们不是 Battle for All 结束才去吃，我们是 Sakura 公演结束去吃，然后回来跳 Battle for All 的一秒约好。但那一天就还好，那一天还好。那天没有什么问题。看没有没有没有，那天还好，那天没有什么问题。来得及。我们好像三点半还是几点结束，然后我们约五点还是什么时候忘记了，四五点。我们四五点去吃，然后吃到六点七点的时候，七点半回公司这样。对，看运气。阿满，拜拜！我要差不多，今天也差不多。强健身体，这有办法改吗？这是体质问题。今天是第十名，接受准时怎么了吗？你今天觉得我会晚一点是不是？体质关系，对。哼，那今天的第十名是麻子菌跟八块鸭肉。谢谢两位，谢谢麻子菌跟八块鸭肉。第九名是笑笑，谢谢肉姨笑笑。你要出门吃烧肉，希望你不会吃到胃胀气。都要去吃，应该要吃开心点。
不要像我一样，每次去吃烧肉都吃得不开心，每次回来都是没有很开心，都是刚开头很开心，后面就不开心。我回来是通常都是死在床上，没有一次是，没有一次是就是开心吃完，通常回来都是死，一脸死样。第八名是金佑，谢谢金佑，谢谢金佑。第七名是练小薇，谢谢练小薇。第六名是法兰森，谢谢法兰森。第五名是开心，谢谢开心。第四名是二哥，谢谢二哥。第三名是十一，谢谢十一，谢谢十一。第二名是台北詹先生，谢谢台北詹先生。第一名是吉米周，谢谢吉米周。第一口就胀气，还是回来才胀气？第一口，第一口，通常第一口胀气太难了，第二口胀气，辛苦了。吃一口就饱。等待你的 APP 付费成功。好的。能量饮料，能量饮料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补货。第一口记得大口一点。好的，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二，下礼拜二见。拜拜，拜拜。下礼拜二见，喵。